小泡芙左模仿小小春相当到位，三摄自流跟红，因材而微博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实境节目爸爸去哪儿五播出，陈小春的儿子小小春及刘跟红女儿小泡芙得到大批铁粉拥护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小泡芙模仿小小春说话的语气萌翻众人。小小春累积超高人气，三摄自因材而微博。小小春与爸爸陈小春几乎一模一样的长相，在播出初期便引起讨论，而小小春在节目中乖巧又贴心的暖男个性更是迷倒一票粉丝。小小春在刚播出时说话还会夹带点英文，但之后中文是越来越流利，不过讲起中文时语调还是有些慢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刘跟红妇女要邀请其他爸爸和小朋友到家里吃饭，小泡芙听到后竟模仿小小春的语气说请大家来我们家里吃饭，模仿得相当到位，最后拉长的尾音更是一模一样，就连刘畊宏也傻眼，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像 Jasper 的声音，粉丝们看了惊呼，我还以为是配音，闭上眼肯定认不出来，相当佩服小孩子的模仿功力。小泡芙可爱模样被称为团宠，三摄自流跟红微博影片点我。